很意想不到，说会找我，非常的意想不到。然后导演会跟我讲，比如说这里不好，动作少一点，就抠得很细，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哪里该动，哪里不该动，然后再去演。我选择演员的时候，我通常也就是约人见见面，聊聊天嘛。其实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，我们也并没有说我们要干什么。王一博最后演的这个人物没有其他任何人选，就是只见了他一个，然后也就确定了就是他。王一博很好，他可以做表演这个工作，他是适合的，合作的应该说愉快，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。确实王一博给我们奉献了，现在让我，将来也一定会让观众们都非常惊讶的一个结果。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跟嘉玲啊在香港的电影院里面看，然后我觉得导演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个人风格，我很想自己有一部电影跟这个导演合作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拍这部电影。我跟导演之间的合作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用讲太多话的，我可以讲到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演出来比较好吧。我演出来，然后你觉得哪里不好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就从什么地方去修改。我们工作过程就是这样嘛。那个执行导演，我发现他也含热泪望着我说啊，导演梁先生人真的好好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友善。每拍一条之前，对着我们的摄影师和我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微笑，然后示意啊，我 OK 了，就是如沐春风吧。